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现场时间中昼12:22，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红的节目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。今日节目当中吼，真欢喜邀请到咱的好朋友，真的在这段时间辛苦他了吼，因为其实在国家很多的提案，杨杰很关心，阿妈是咱快乐联播网的好朋友，咱邀请的是立法委员李坤泽委员，委员你好，杨杰你好，阿咱快乐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坤泽，是坤泽委员吼，真正伫咱的包含江苏地方的建设、中央的提案吼，我感觉真甘心啦，当然最近有很多热议的话题吼，那我看到其实委员在我们的中央的提案的部分，我觉得一个蛮特别的，就是观光的部分，一个气象的部分吼。以前大家都知道观光局、气象局，现在升署了吼，啊，这是委员家重要级的提案，跟大家来了解一下。观光在很多国家吼，其实伊是拢部会的层级，观光部、旅游部，但是台湾咱过去是这个。观光局尔，所以我希望讲咱的观光吼，要来推广，啊，要让伊有较侪的编制、的人力、甲经费，预算编较侪，来推动观光。尤其疫情过了吼，世界各国拢有足侪预算去推动因国家的观光，所以我就特别提案讲，把这个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。观光署，因为像咱。台湾的疫情进展吼，来台湾观光的国际旅客有1186万人次，1186万人次。但是伫去年啊，因为疫情的冲击，才来了89万5000人次呢。对，千几万变到89万。所以咱今年吼用争取真侪预算，所以今年的目标啊是低标，这是我定的啦。我交通部讲。上少要600万人次是那低标是600万人次，高标是要800万人次尤其咱高雄的观光，我特别加要求，疫情之前啊，咱的小港机场的国际旅游航线啊是37条，是今嘛才恢复到19条尔，我非常袂动哩。对，我讲升格为观光署，我嘛要求民航局、观光署，然后爱。用更加多的经费来推动高雄的观光，气象署是因为现在极端气候，我们这阵啊，不是咱台湾尔，全世界极端气候，连咪遐淹大水，连咪遐欠水上，所以咱的这气象局的预测分析，爱互伊更加准，尤其是地震的这个国家级警报。爱予伊有多较大的准确度，是，所以这部分哦，咱甲气象局我嘛甲提案变做气象署，所以观光署跟气象署拢伫前几工啊正式挂牌，是，咱好好来甲督促，这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保障，像观光像这个气象署，观光的推动嘛，对着咱地方的就业、地方的发展，拢有真大的关键，真大的影响。所以这东西最重要的工作，尤其吼像即马，像委员讲的极端气候，所以有时你看，欠水时阵就是客户吼欠水，雨水一来的时阵吼就是淹水，是啊，所以真正有够歹，就是可能去做预算，没错。但是咱政府就拢有先想好，是欠水，去年欠水啊，咱紧甲水库的再来淤积吼，拢甲清一遍，是，今年落雨安尼，拢基本上。会当予这個水库保持这个水位之外吼，咱今年拢未欠水啦。是。这个水库决定啊，伊有两部分，第一就是未欠水。是。第二，伊对发电嘛足重要。水力发电。对，所以这部分对咱电力的备载，这是嘛较重要的地位啦。是。咱当然吼，嘛搁讲到因为。前几天嘛，那个大雨嘛，吼，我看渔网其实脸书上面也跟大家提醒哦，寻到清刷了哈。还有这灯隔热。灯隔热啦，这灯隔热天高热的部分，大家拢非常关心的是讲，哇，希望灯隔热不要爆发吼，所以大家吼，咱厝内底吼，厝内厝外拢要紧变扫。是啦，因为你看咱台南吼，是咱隔壁俩。是。台南的这个灯隔热吼，伊的病例比较多啦。嘛渐渐影响到边仔的管制，虽然咱高雄哦，伫当期嘛市场加用心，咱做好这个循道清刷，但是嘛渐渐拖对吧？所以这个循道清刷要是上基本的，
对，爱纯，爱斗，爱青，爱绿，啊，其实咱的民众伫这几年吼，对登革热的防治，大家拢真有经验啦，啊，但是就是讲爱落实去做，哦，这关系到咱的健康吼，啊，这真重要。嘛，足歹势，因为拢爱喷油啊啥吼，造成大家生活的不便啦。因为伫咱这个地球的这个同样的纬度吼，这個、相关的国家登革热拢其实拢足严重，嘿啊、啊，所以但是咱做好巡道清刷的这个工作，哦，让这个病例降低，哦，啊，保持大家这个健康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吼，卖五 G 的帮不那啦，不要有蚊子就不会有登革热啦。是啊，是啊，所以咱只要吼，咱出来出外，尤其你讲落雨水了后吼，大家爱注意哦。有时咱比如讲，哎，看物件这磅布啦吼，啊，加一之类啦，有时只管注意。扛个花盆啊，啊，这个小小水盆啥，有诶都无甲注意，迄拢爱甲倒掉啦，爱清啦。啊，紧甲倒掉，嘿，水拢爱紧甲倒掉吼，啊无，你看即摆日头一出来吼，一烧落，就变成很好蚊子产卵的环境啊。啊，所以咱嘛足感谢足侪里长吼，甲咱环保局啊，足侪咱市民朋友拢会主动来做这巡道清刷的工作，啊，保护家己，保护社区，保护咱的故乡。对。其实吼，委员伫中央推动，包含拄只咱关心的，观光署吼，即嘛变观光署，啊，个有气象署吼，气象署。那当然，从地方啊，从中央连接地方，啊，咱立委的工作吼，立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吼。要推动我们地方的观光发展，其实我们中央也是要大力的帮忙吼。是，是不是？大家关心。所以，伫这部分，咱除了讲哦。对小港机场，这是国际旅客，你赶快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。嗯，航班从19条赶快恢复到37条，要更多了，不止恢复，还都较侪。第二，咱的游轮，观光游轮，咱所建处，这是昆泽建处的这旅运大楼啦，哦，观光游轮停靠这旅运大楼，即马做好啊，这个。观光游轮也逐渐进驻，甚至把高雄港作为观光游轮的母港，这对咱的观光哦，也有较大的帮助。是啊，过来咱对咱的商圈，观光商圈，咱高雄有拢总有38个观光商圈。啊，以前啊，我是每一年甲火车头周遭这四个观光商圈，咱大家做熟悉。三凤中街商圈，后裔商圈、长明商圈、大连商圈。我就一年甲争取100万来做观光行销的费用。OK。啊，但是咱不只是讲火车头、九招、三明区这四个商圈，全国用38个商圈啊，所以我都甲中央争取500万。伫明年，啊嘛，请高雄市政府、观光局、甲经发局，来编列相关的配合款。是。我中央替大家替高雄争取500万，啊，咱来合作观光商圈。来形成哦，配合旅行工会住啊旅馆工会，来整体来做一个好的计划，来推动咱的观光啦，这真重要啊，因为观光的推动啊，咱伫去年嘛有推动这个悠游国旅，这嘛是我争取的，甲行政院当然苏院长感谢伊的支持，50几个来做全国的国内旅游的这个观光。所以咱国内旅游即摆逐渐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。今年咱都特别争取，嘛是差不多53亿，来作为国际旅客来台湾相关的补助。来你若来佚佗，你若抽到，咱就甲你补助5000块。你来，咱的一挂旅馆的从业人员吼，即摆欠人力了，不止台湾欠，咱若有去日本去倒位佚佗，朋友嘛感觉日本的这个旅馆即嘛服务人员那会减较少，那会拢少年的，缺工位，因为原本做的拢无做啊，剩老的甲新入来的少年，所以人力也减少。咱的旅馆，咱这部分嘛，请政府来协助啦，就讲新入来，咱政府补助这薪水的补贴之外，那嘛鼓舞在中年的二度就业这样会便宜，政府嘛补助。是补助10万块， okay, 一年10万块安尼。是，所以其实我们昆泽委员吼，你嘛是德刚出身呢。啊，对对对。所以对德刚朋友真正就关心的，其实刚刚既然委员谈到这个
高龄就业、二度就业的部分哈，就请委员先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，因为其实针对着乐冈朋友的部分哈，包含像是基本工资，好，大家关心的职灾的保险的部分等等的啊，还有劳保的拨补，还有像这个陪产假哦，这是真的，咱国内咱少年朋友哈、哦，要多生产报国嘛。那陪产假等等，其实这些都是跟劳工权益很有关系。哦，劳工的议题是咱上关心的，因为每一位劳工拢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活，对，啊，为着家庭。今日是实生活，拢是拍拼走动，无用规工，所以对劳工的权益甲保障哦，是咱一个足重要的工课。咱对劳保来讲起，哦，劳保伫2013年的时候，迄当阵就讲啊，劳保是毋是有这个财务的危机？哦，啊，大家都烦恼讲，哦，拍拼一世人，啊，劳保若领无，啊，倒去要安怎？哦，啊，所以咱就直直欢迎，一直要求讲，政府爱做两项工课。第一就是叫做。政府财务拨补，财务拨补，政府拨补就是跟公务员同款，公务员的公布财务哪状况，政府爱编预算去甲补助。公务员有，劳工嘛爱有，所以咱讲十年了，这嘛苏贞昌院长啊，真有魄力。2020年开始编200亿，2021年编220亿，2022年编300亿，今年啊要编甲。750亿，每年是变到1200亿，哦，最好大家会当安心啦，安心。安心安心